小姐，那个黑黑要多少钱一只啊？55块啊。黑黑的。一样55块。一样啊。嗯。这种的是跟那种的。这个是母的，那个是公的。这个母啊。嗯。那个是公的。嗯。那价钱一样啊。一样。哦，那是这样，我拿一半。这个是不会生蛋的。不会生蛋。不会。不会生蛋。嗯，你要那个一那个哦，然后这个先抓起来好了，你要十只哈，嗯，这个要十只是吧？嗯你要来跳吗？要啊。嗯，你来跳。你有帮我那里盖了吗？有盖子吗？要啊。不是，你有盖哈？有啊，有啊，有。嗯，有。那个会比较大只啦，应该比较大。嗯。OK， 我拿十，这个这种的10个，那种的12个。你的脚小心哦。我养大的沙呢，没有的生蛋了。没有生蛋哈。哎。这里只有那个鸡翅而已啊。鸡翅而已啊，那就没有了。那黑的只有这几只而已，开始。这个是来多久了？这个是昨天，哎，昨天还前天的回来。礼拜二的啦。前天的啦。哎，老大你好。你好，这个有空的哦。他说他要这个。你刚刚那个有带吗？对啊，我刚刚的。打来给你啊！下一批的大了，下一批我买你的10只的大了，是这样大了。哎，小姐，那个是扎的，是？10只。啊，刚刚的。刚刚我放在那个箱子里的，你去那边看。这个是只有的7只而已。7只哈。加十，能够关一点。这个，这里看，那几只？哎呀妈，这个都是母的。7只，5只，这里是。下，准备啊。红金换啦，我不知道那个。5只，好了。好了。等下我盖给你。是稍微这个要盖起来。哎。这个一定要盖起来，等下会跑掉。嗯。拿去给我了。这个鹅的，这个鹅蛋呢、啊？不含呐，高管啊，一点一点。这里是17只。那边啊，那边。17只啊？嗯。7只大鸡啦。放一起就好了，放一起啊。
先来分别，然后我过一下。公川普公，这个有剩吗？还没，还没啊。林明雄，这个是鹅蛋是不是？蛋一直想说林明雄的也叫小鱼啊。多小？下面这里对，系统是在那个大的那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。老板娘，我的多少钱？好，等我一下哈。从那样做的，只为那农村，再农村的一百万张。你这阿爸嘛是爱大粒的，再炒再面对。哎，你吃拢是大头遐出来，你若用这细头遐后摆出出来个。你摕嘛，看我摕你大头起来，嘛看我摕出来，放在冰箱里底。张普公，我看看买只有哦。你讲吹不？啊，我看人工啊。你来啊？不是嘞，讲够你肥了。对啊，就是你来啊。讲川普够你肥了。那就是你来啊。唔惊咧，唔惊，伊也煞惊。真正叫美国个。22只，22只。伊即马是讲。对，22只。1210。伊若真正讲要拍关刀。1200而已啊。够两万。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那个海边啊，海边那个渔港路的那边啊。哦，你在文明段附近啊？在最南的宿舍在那边啊，在中鼎公司工作。哦，你们知道吗？中鼎公司工作。他包。你们老板是小小的，是不是？中鼎老板。我不知道了，怎么知道了他老板？没有，我有看到他老板。好，谢谢。